刚刚我哥去田里面看了一下田，
哎，找个好的找，虎儿啊，找个好的了，找个好的。看一下表哥种的那个菜啊，全部现在这些都不要了。这么漂亮的菜，你看在城市里面啊，多好。他们马上这个菜已经砍完了，就要打土了，这些菜就不要了。都来捡菜，以前有个游戏叫偷菜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那个是叫光明正大的老板来的，直接来拎菜。找到好的了啊，找到好的了，辛苦你们了。这其实没包的钱好几块。黄点黄点肉，黄黄点肉，包过了，黄点肉，哎，包下包进去了。嗯。哎，这个小，但是也好哎。是哈，三斗菜哟，多搞两斗。那个你搞回去摘下，啊，又吐掉，再搞回去摘起，摘着不不？哎，摘不活了，啊，摘不活了。好着泥巴，往回去。看这么新鲜的菜拿回去哈，嗯，涮火锅。刚刚搞了一些白菜回来，把它那个清理一下，黄叶子我们就拿去喂鸡鸭。羊的儿，好的，我们就这样子可以吃，然后给那个泡一点泡菜。你看这么好的菜，过来收菜的，这样子它就小了，不要了。这样的菜吃起来是挺嫩的啊，下火锅也可以啊。